放弃了，听着这个，两个人守护 buff。这罗很可以耶，打到残这个血了，还在打魔龙，我也是觉得很厉害。如果是我就抽了。大家都有自己的路要忙啊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
小时候都不回家，他刚回家就没意思了。到底是在干嘛？我在想，清明线比你在一个吃野怪来的好。抓抓抓，你在吃野怪，有病！清明线，那你现在才在那修清明线，去哪去？都已经吃凯撒，你不回家？刚刚叫你清，你不清，一直跟熊猫 PK。
干你老师也不错。最后好险还有附魔甲，我常打在治愈。头痛。哦，我低头，头点晕，很专心，真的是 sorry。因为刚刚真的逆风逆的有点严重，我真的是非常的专心。反正马洛斯你在冲下，就在指挥我，你不要指挥我好不好？我会玩辅助好吗？只是你也要听话一点，要清兵啊，不是一直跟熊猫对杠吗？